蔡英文总统的外交之旅，伊也结束到巴拿马，还有巴拉圭的访问，小组为国境美国线案。蔡总统讲，伊阿摆的访问，老之前的无性外交就冇强调，是特性外交。啊，未来外交重点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利和互惠，唔系钱。啊，巴拉圭总统就系讲，伊哋为国家比你想的哈纳泰，不过蔡英文总统有当前的感觉，希望中国大陆也来思考。两岸之间祈求动作和那弹性的做法。总统蔡英文出访边外交，今年内就有七百页办公室相片飞趟。将来的外交不再是着重在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双方能够找出能够有互惠互利的这些具体的合作的案例。在巴拿马加哈参加巴拿马运河比赛办公典礼，就同国到国的两手铁丝代表团互通，在国际上不能看到。韩国出访巴拉圭是用航空来说明，这就没传统的金钱外交，一下就是踏实外交。这一次来，我说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奖学金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会持续的来增加这个巴拉圭的牛肉出口到台湾的配额。我没有告诉你的就是没有存在的事情嘛。他说，他对我说了他说你的国家比你想象的更大。谈到亚基法，蔡英文又着感通，不过台湾内外搞事务过艰辛，也多年来过多摆受到中国的打压。那我有八年访问的巴拿马，也多年来没同中国有规定的经贸合作。大家就说，中国会用禁止来限制台湾内外搞关系，特别是五年内蔡英文从英国后，两岸关系韩国受到大家注意。昨天路透社也着外国媒体伫专访蔡英文家下，没问到相关议题。520的演讲其实已经展现了我们可以有的最大的诚意跟弹性那我也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仔细的去体会蔡英文出访的行程就到呀，听讲你伊要离开巴拉圭，高机美国洛杉矶。不过所有免费的行程都无公开，副总理也没本人下位访客哩。其实一礼拜前，蔡英文高机美国迈阿密加哈，有同强活动国有发展国本人看好的后场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免费，所以就频繁演在下港演说，我各位你也来看。蔡英文国有可能在非常高机洛杉矶加哈，会同民主党的从两届人士来见面。以上就是记者赖冠胜、陈心怡在巴拉圭带来的采访报道。